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豆豆龙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玩阿瑞斯病毒的续集。上次我们把那个翼王的打完了，那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玩后面，去跟那个村民换装备，然后看可不可以再打更高阶的王，和拿更好的武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开始咯。野猪精生肉，然后 OK， 等一下，有，这还没打死哦。手流血了，靠腰，我被他的刀砍到。嗨，你好。现在在收人家的家，我们是盗贼。哦，获得一个劳力士。村长，我手流血了，我要跟你换东西。哇，一直在扣血。
啊，不是。这边也可以拿。哇，捡了三垃圾桶。野猪皮。Oh no， 我没有带。两个油纸，一个铁锅，在他面前拿的东西。野猪皮，哦，那个怪兽是。回家一下，做个装备。去找他们村民口中说的低收入户。一直走过去破烂的房子就是，不好意思啊。嘿，本村民说你偷东西，我来看看是不是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哇，他妹长得很好。哇塞 ！Oh my god！ 我刚刚以为是他妈妈哎。哇塞，为什么他妈妈跟妹妹长得一样？哇塞，哇，天哪，
哇，村长人真好。哇，他要送他哎、欸！哇塞，村长人真好。我觉得他妹妹一定会很开心。他刚刚衣服穿的超破烂。哎呦，还有剧情。哇，遇到本人是怎么、啊？我靠，我靠！啊！他很烂哎，一拳就倒了。打完了就跑，他还在咳嗽是吗？生肉蘑菇，好了，我回家拿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。冲啊！诶，我是走错边。诶，这边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不是的。哪里？小雨，嗨，你好啊！我现在在跟村民买东西。哎呀，我买错了，靠！算了算给你啦，你这个强盗！哇，他蘑菇这么多，哪里？诶，我们先买一个开锁器，可恶，不能用。配合匕首，是要生肉还是熟肉？
生肉吗？我们现在要救济脑残穷，顺手捐发票，救救脑残穷。哇，中度流感，他应该得武汉了。糟糕，我们还在这边群聚。快，我们打 AD， 打 AD。哇，他拿刀很恐怖呢。哇！走，我们去做装备。断桥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塞，还有路障是怎样？有僵尸吗？诶，这不是一开始的那个我坐的直升机？哇！我那时候被队友背叛，可恶！我们的队长牺牲了。哇！这是在抄那个《阴尸路》的那个第十季的结局吗？哇哩嘞！嗯，我也有东西可以捡，可惜。等一下，你这边有社区可以走哎、欸，哪尼？他不给我过去，我装备不太好。冲啊！村长。哎，我要帮你开门啊！哎，村长是跑去哪里了？村长，你在困哦，村长。装备吧，这个被土匪敲个两下，应该就倒在地上了。20个羽毛剑，哦，是哦，我可以做这个独木剑、风刺、蜜蜂。哦，他要药膏、要甲囊，好吧。我现在拖给他，我现在拖给他。跟你玩了。
想要盯我屁股了，这么凶。叮得好痛哦！叮我，我差一下。踩爆你的家！哇，这边有野猪的脚印哎！哇哦！哇，这个猪。算了算了，等一下再打。感觉被他撞一下就会骨折。他那个猪叫声很可爱。哎呦，肚子咕咕叫，压死啊你！哇，他这游戏做得好真实哦，还有心跳声呢。我们要挑战濒死边缘，来啊，叮我！哇，他的心脏一直啵啵跳，真的是。哇哦！哦，乌龟王。哇，我不知道你爸爸在里面，怕死了。哇塞，他老爹在里面啊。哦，
渴，要不要回家吃饭呢？诶，他会饿死吗？这个游戏。切。包满了，先回家一下。